好，我是小六。小六导演呢，从2017年8月22日上线，到今天呢已经8个多月了。我们总共更新了300多个视频。感谢朋友们，一直关心支持小六导演。今天呢，小六导演在今日头条以及西瓜视频收获了100万粉丝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小六呢会更加继续努力拍摄更多好玩的有趣的视频，跟大家分享快乐，回味童年。如果呢小六在视频里面哪里做的不对，还有呢哪些做的不够，欢迎大家多多批评，多提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是建议，小六呢一定会虚心接受，争取做得更好，我们从学习中进步成长。如果大家你们的家乡有什么新鲜好玩有趣的搞野的素材，可以联系小六，到时候呢小六可以到你们的家乡跟你们零距离的接触，一起交流互动，一起搞野，一起搞野哦。小六呢一路走来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支持，我也是非常的感动，我们一定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。为了回报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，小六呢会在今天的微头条发布一条抽奖活动。为了这个活动的公平公开公正，我们使用了头条抽奖平台，抽出20位幸运的粉丝朋友们，送出我们的紫薯一份。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粉丝朋友，在该微头条发布了评论以及转发，就有机会被抽中哦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啊，是在微头条抽哦，不是在视频里面哦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发布的视频有趣好玩，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收藏点赞转发，把快乐分享给更多人。一路走来感恩有您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